东县选举热络，总共有680位候选人要拼夺年底5合1地方选举，在原乡选情更是激烈，延平乡及达仁乡都出现乡长6选1的局面。过去地方选举拼的是家族势力，党政色彩浓厚，但是随着青年返乡、资讯流通，以及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的候选人增加的情势，慢慢松动传统的选举惯习。乡长的部分大概就是我讲的，就要只要，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比较选民数少，那候选人多，大概我们猜测，可能大概大家就会家族啦、朋友啊、亲戚啊，大概就都会动。以延平乡及达仁乡为例，都仅有1位是党提名的候选人，其他候选人都以无党籍参选。而在海端乡更出现4位乡长候选人都是以无党籍参选，由此可见，原乡开始出现政党竞争的现象。像有一些的乡镇，它基本上是4强1，甚至6强1。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不同的家族。那不同的家族为什么会出面竞争？这里有几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有些家族他可能就长期垄断了这个政治职位，像比如说他曾经担任过代表，后来他又去选乡长，乡长完又选议员，怎么选都是他们家族的，就会引发了一些不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于就是说，现在开始很多人开始有一些改革的一些意志。我们就拿这一次的乡镇市长选举来看，过去几乎都是国民党开放竞争，也就是说我不提名，然后呢你们就各自来参选，那国民只要是抱着国民党籍几乎都会选上。但是呢，你从今年开始看，你可以看到今年原乡特别是几个原住民乡镇的乡镇市长选举，他的那个国民党参选人数反而很少，大概现在的很多都是用无党籍，哪怕以前是国民党籍，现在也变成无党籍。无党籍现在在台东变得非常的好像热门，也就是说，其实国民党过去给的一种所谓的一种光环，其实部落非常清楚，已经渐渐褪色。实际上，很多的候选人他认为还是要靠自己的口碑跟政绩来进行服务，所以现在反而是国民党必须要跟这些精英合作，而不是由国民党来主导这些精英来取得合作。政党提名已经不是原乡的唯一选择。民国90年台东县长选举，3党鼎立，亲民党、国民党、民进党竞争。当时台东县从南到北几乎是一片橘色。然而，随着亲民党势力削减，再次成为蓝绿2党竞争。但在民国94年后，民进党票数逐渐攀升，尤其台东市区政党版图变化特别明显，而且频繁。但在原乡县长选战，版图仍然以蓝军为多。原住民本身会支持国民党是什么原因？国民党过去他在部落的经营有充分掌握到几个因素。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把原住民乐于分享、相互帮忙这个个性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他栽培的地方精英，这地方精英又能够是部落上认可的的人选的时候，那等于就是他透过这些精英，然后来进而掌握到部落的一些讯息。但是呢，这些精英也渐渐的老化，甚至可能会被淘汰。但是呢，在这里你看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在部落的栽培其实已经渐渐的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积极。然而，除了政党因素，候选人端出的政见内容也是选民投票的指南。台东县幅员狭长，各自发展景况不同，原乡关心的莫过于土地权益、社福医疗政策及部落基础建设。医疗啊，当然是医疗。这个台九县啊，一定要有一个大医院呐、啊。你送到太麻里，送到哪里就挂掉了。重点是就业机会嘛，对不对哈？期待哪一个当选都一样啦，不要我们大武乡其他都是老人家啦。外地人那个年轻人都不回来了，看有没有能当选的，又能不能看有没有工作机会最要紧呐。而在台东市区居住的阿美族部落，因为原汉混居，不像其他原住民乡能够透过选举产出代议士。部落族人认为平地原住民的权益不被重视。尤其是平地原住民，他没有3D乡这样子，可以自选自己的乡长，可以选自己的代表，自己的预算可以照顾自己的人。平地乡不是，
它是严旱杂积，所以造成了我们平地乡所有的权益还是在那个总统的道歉文里面说失去了很多权益。原乡的声音要表达出来，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哈，就是第一个，首先就是，如何鼓励哈年轻人回来投票。台东明明原住民非常多，但是实际上他对于一个候选人能否当选的贡献度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在相形之下再看县长，啊，县长的话你可以发现到他就算是回来投票，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太多的现实，所以造成这里面有一种心理的疏离感，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一种传统的一种投票的一种习惯的偏好，所以呢造成投票率一直都不高。投票率不高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特别的有一些实质的改变的产生。选战在即，政党色彩逐渐褪去，为今年底五合一选举增加许多变数。原住民乡的选票波动影响的绝对不仅是政治版图的变化，更多的是要用选票说出原乡的声音，进而在选举中产生集体议价的能力。